大家好，我今天要介绍一款怀旧的游戏《精灵宝可梦》。相信这一款应该还蛮多人、蛮多玩家玩过这一款游戏。他最近又把它下载来看看，看有没有改版些什么东西。先打开来看看。进入危险，这个应该不用看吧？哦，这是我家附近济安宫，这个地方是算热门宝可梦的热门点。有缺什么道具球来这边转就对了。我看还有什么，这个把它补一补哦，碎的，这可以转四个。哦，捡到了。有人在上面撒花，哦，很会跳呢哦。来看一下哦，可以。现在好像有新的攻击招式，要一万。星辰，这个都先给它转一下。重叠的要怎么转？哦，是。哇，这边有五个补给站，之前我记得四个。我要改成五格，太好了，太爽了。来，我们看一下现在附近有什么团体站。哦，七点半有这个在哪里？我看一下，应该是在千岁庙。哦，地下道过去就是七点半。但这边现在变好多任务哦，我从八月到现在，哎，还好啦，一个月玩一次，我好多任务都没解，哦，还有一堆新的宝可梦，不知道第几代，第四代吧，应该是第四代，我知道它新的哦，没看过，这打开会怎样？我抓一下，开一下药，哇，帅哦！哇，好炫哦！你用飞出来的嘞，我用蓝色的。难丢，怎么样？哦，有啦，这是什么？樱儿，看一下，樱花儿，这妈第几代？新的。新的东西，小鸟也是新的。小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啊，在这边。在这边。小鸟看我一球入魂，水啊！这样玩好像会把。路人都录进去了，没关系，再抓一只。好，在这边。我们现在做的很炫哦，在哪里？好，在这边。哦，再出来。换一颗球，
我有在靠技术打欸。有了，再来，我这抓不完欸，一大堆。好了，切回来好了，这样太麻烦了。哦，三只，三只，耶、yeah ！任务完成，就是这个。课题田野啊，欸，不是哦，不然是什么？这边好，先这样子，先来道馆了。哇，这个是什么新的裂空座？这是刚刚看的千岁庙的。对战 ，Let's go！ 哇，看人哦，今天人还不错，还有15个哦，17个。哦，要推用什么对打嘞？啊，随便啦，我的那个什么成龙、快龙，还有什么海豹球，都忘记了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应该会满吧，19了，再一个，哇，开始了 ，Go， 应该是狂点吧。我的暴风雪啊，好强哦！哦，秒杀！看海豹，哇！终于打倒了，抓了抓了，这个应该没人开 AR 吧？开 AR 应该抓不到，看一下。外面风景哦，天气还不错，很多人哦。啊，玩掉了，打圈圈。哎呦，怎么打？
抓到了哦，新的呢，哦，要多一只，7D258，看一下那个 IV 多少，哦，三颗星，碎啦。好，先这样子，谢谢大家收看。